徐三娃老婆突然现身直播间，网友们各有议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相信一直关注徐三娃的朋友都知道，徐三娃在农村四哥的带领下纷纷走上了自媒体，期间夫妻二人同时经营一个账号，通过两人的共同努力，短时间内圈粉无数，现如今粉丝高达百万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在徐三娃做自媒体这些年，平时镜头里露脸最多的就是徐三娃，而徐三娃的老婆却从未正面出现在镜头里。当然，大家对于徐三娃的账号最为好奇的就是，为何老婆大人却总是背影对着镜头。就在大家纷纷猜疑时，突然刷到徐三娃的直播，让人眼前一亮的是，徐三娃老婆居然正面现身直播间了。先一起来看一下，那两根柱子是装饰用的。嘿，给，你看不到啊？我藏吧。仔细一看，真是徐三娃的老婆。然而奇怪的是，镜头很快一晃而过，并且听到徐三娃在说谁，应该是哪个找东西不小心碰到了镜头。其实对于做自媒体的朋友来说，露露脸也是很正常不过了，但是对于徐三娃老婆这种做法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作为旁观者来看，这也是人家的自由，不管怎么样，所以大家还是尊重他人的决定吧。对此，不知屏幕前的你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感谢大家。